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Hello， 让大家久等了，我们的第五集终于出炉了。前面的四集大家都看过了吗？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，可以点一下右上角有传送门哦。紧接着第四集，小光和妹妹们离开了环球影城。哎，你们怎么走得这么急啊？我都还没有好好道别耶。啊，人家想要去其他地方玩嘛。哦，那我们可以找小弟啊！通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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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哥哥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人家没有听清楚呢。哥哥，你又肚子痛了吗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好啦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离开这，快出发到其他地方玩吧。我记得上一期哥哥好像是这么用的吧。哇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我的专场大法竟然被你学走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头突然好晕哦。啊，那是因为妹妹你的等级还太低了啦。你看看你头上的 MP 条。哎，真的。别担心，等等就会回复啦。哥哥姐姐，你们快看这个，好漂亮哦。啊，和服吗？最近手头有点……不想要穿，拜托好不好嘛，哥哥？啊，没问题，走，哥哥买给你。哎，怎么这么久啊？都进去了半个小时，应该要出来了吧？哥哥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好萌啊！那哥，你看我穿这样好看吧？嗯，很不错啊，很适合你哦。哈，你这萝莉控哥哥。哥哥，那我呢？啊，你也换好了。啊，哥哥不好看吗？虽然是有点。你们看，那边好多鹿哦！啊，是鹿鹿，好可爱哦！哎，这边有卖专门喂给鹿的饼干呢！啊，我要买！一家人买了鹿饼之后，来，一人一块，姐姐分给你们哦！耶！哇哦！糟糕了，妹妹们有危险了！哎，不对，如果鹿……不要！坏鹿鹿不可以！不行，这么粗暴！哎呀，这个是……啊！等，不要过来啊！啊！不要啊！啊哈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吗？救命啊！救我！真是好笑！咦，这个人好熟悉哦，怎么又是他啊？